一刻精选，好知识就在耳边。感谢您收听一刻精选，提醒您，本系列的音频主题包是讲座的精彩现场收音，现在就欢迎您一同身临其境。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呢，跟各位呢聊一聊美国历史了。这本书呢，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叫《真理的史诗》。那呢，因为我写了一篇所谓的导读啦，所以今天大概的内容就根据我导读的一些文字，我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表述。我自己在教美国历史教了很多年，从2006年从美国念完书之后进东吴，就开始教美国史了。这几年教美国史的其实给我一个感想，什么感想呢？我觉得教美国历史啊，一方面很简单，一方面其实很困难。为什么简单呢？简单主要的原因是说，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大家都听过，从小到大可能你第一个听过所谓的外国说不定就是美国，所以呢在讲美国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表述，去说明，去叙述这个国家究竟如何如何，讲了大家都知道。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教美国历史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接触到太多太多跟美国相关的东西了。无论是你用的手机啦，无论是你听的音乐啦，无论是你看的运动节目啦，甚至你看到所谓的外交啦、经济等等等等，其实都跟美国相关。所以呢，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就会对美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呢，可能你从小到大认为美国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上课的时候呢，坦白讲，有的时候作为老师要花一点点时间去稍微调整一下学生这些既有的，甚至于说去挑战一下学生既有的这些想法嘛。那当然呢，这一本书呢，那当然很值得推荐了。对，因为这本书坦白讲是我近几年无论是看美国的，或者是看国内的，或者是看海峡两岸三地的关于美国史的教科书的话，那这一本书我觉得应该是这几年写的算是最好的。那当然呢，这本书呢稍微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它的文本的话，英文文本的话呢，而是有960多页。那所以呢，对一般学生而言的话呢，那可能会有点沉重的压力。中文的翻译本的话也上中下有三册啊，坦白讲这个内容也不少。那所以呢，当然要花一点点时间。这里面呢，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在座的各位可能说不定都已经有看过这个作者了。这个作者呢叫做 Jean Lepore， 那呢中文这边翻译叫做莱波尔教授，他是哈佛的老师了。他的背景的话我大概说明一下，他是1987年呢，他大学是念英文系，英文的，那塔普斯大学。接着呢，他1990年呢在那个 Michigan 啊，U of Michigan， 他拿到了所谓的美国文化的硕士。接着在1995年呢，在耶鲁大学取得了所谓的 American Studies， 我们所说的美国研究的博士了。那呢，我之所以列出来他的学历背景呢，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莱波尔教授他虽然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但是坦白讲，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跟我们一般所熟知的那个所谓的历史学者其实是有相当相当大的差异的。甚至于呢，我们说今天念了美国研究 American Studies， 在美国知名大学里面历史系教书的，坦白讲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所以呢，从他的这个所谓的学术背景来看的话，并不是出生于跟着苗红的那一种历史系的啦，并不是。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背景，他对于文字的运用非常的棒，他对于美国文化，他对于所谓的美国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当他在撰写这个所谓的美国通史的这个书籍的时候，展现出来的视野跟一般的受到历史学专业训练的老师，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异性。那当然呢，接受程度坦白讲也更高了。这本书呢叫做真理的史诗。那当然呢，这本书里面呢，真理它是用所谓的 truth， 就所谓的真理。真理的话，如果大家查英文字典的话， truth 它有所谓的真理，也有所谓的真相。这里面究竟是指真理还是真相？ Lepore 教授的话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说明了。不管怎样呢，我想我们就从这个所谓的书名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简单的切入了。莱波尔教授里面所讲到的真理，
它是从美国历史里面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精髓，这个地方真理。他书里面所谓的真理是什么呢？那莱珀尔教授坦白讲，他在前面就讲得非常明确了。但基本上呢，他这里面所讲到所谓的真理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做所谓的政治平等，就所谓的 political equality。再来是什么呢？是所谓的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s。那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叫做所谓的人民主权，这个叫做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或者是 people's sovereignty 都可以。这三个莱珀尔教授他所提到的所谓的真理，那呢，当然这个真理也不是莱珀尔教授他自己发明的，也不是。这个真理从何而来呢？坦白讲，他是从美国建国先贤 Thomas Jefferson， 他当年在撰写这个所谓的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从这里面揭露出来的。所以呢，就莱珀尔教授而言的话呢，他所认知的所谓的美国的真理是什么？不是他发明的，也不是某一个人所说的，是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初的时候，美国的国父在独立宣言里面特别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真理，就我个人来看的话呢，坦白讲，我觉得它就是所谓的美国价值的一部分了。那呢，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是美国价值，那当然呢，资本主义是美国的价值，我们说受教平等的权利也是所谓的美国价值，那当然呢，这三点当然也是美国的价值嘛。在书里面的话呢，莱珀尔教授并没有说这三个就是美国的价值，但基本上呢，这是我个人呢穿凿附会，我个人认为这三个应该就是所谓的美国价值里面的一部分了。莱珀尔教授他说呢，美国这个国家呢，之所以支撑这个国家的发展，就像脚下上面有三个支柱，这三个支柱就是政治平等、自然权利，还有所谓的人民主权了。这三大真理呢，来自于杰佛逊当年在独立宣言里面所说的，出现在独立宣言里面的第一段。这里面呢， Jefferson 在这里面是怎么说呢？他说呢，人世间啊，有一些所谓的真理啦，有一些不变的道理，这些道理是不需要证明的，任何人一看就知道。什么呢？我们说人人生而平等。再来是什么呢？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人生下来也有追求某一些共同权利的平等，是什么呢？这所谓的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三大美国人所认知的基本人权，我们必须说这也不是杰佛逊一个人发明的了，因为很明显的他是把洛克所认知的三大天赋人权把它搬过来的。差是差在哪里的？那 life liberty， 那洛克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property， 财产权。我自己的看法的话说，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的特质，这个民族的特征啊，从哪个地方看得出来？从独立宣言里面这个就看得出来，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世界各国一般的独立宣言里面呢，我们很少会看到所谓的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个国家追求幸福、追求快乐，把它当作这个国家的一个基本人权。同样的呢，我们说呢，这个政府它的权力呢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及授予了。所以呢，这里面讲到的所谓的政治平等，讲到了所谓的自然权利，然后呢，讲到了这所谓的人民主权。就莱珀尔教授而言的话，这三个理念支撑了美国历史的发展，是这个样子。莱珀尔教授在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先点出这样子的他的看法了。这个是一种很标准的美国学者他的一个写作的方式。美国学者在写，特别是在写历史专书的时候啊，他们一贯的写作方式，通常而言是把结论先讲出来，他们不会闪躲一些所谓的结论。中文书籍有的时候啊，是说我们从头到尾啊看完之后，我们不太了解作者他真正的用意跟立场是什么。但是呢，美国的学者不是这个样子，那呢，他是左派，他是右派，他是自由派，他是保守派，他在书籍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理念直接表述清楚了。那所以呢，莱珀尔教授认为这三个所谓的真理支撑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莱珀尔教授就要借由历史的叙述来验证他的说法。他今天要告诉我们，这所谓三个真理是不是都在美国历史里面可以看得到呢？每一个执政者是不是都完全遵循这三大理念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
我们来看莱普尔教授呢，基本上呢，他在做这个所谓的验证的时候呢，是怎样子呢？三大真理，他放到美国历史里面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验证看看，究竟是还是不是。莱普尔教授把美国历史他拆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哥伦布1492年来到美洲，然后呢，一直到美国第一任的总统华盛顿过世。第二阶段是什么呢？第二阶段是杰弗逊入主白宫到内战结束。杰弗逊入主白宫是1800年。第二阶段是这样子。莱普尔教授所拆分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说是重建时期到二战结束。重建时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内战结束之后，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所谓的重建。这个重建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南方接受北方开出的条件跟计划进行重建，是这个意思。第四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我们说从冷战开始到川普上台，所以呢，这本书最后结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2016年。莱普尔教授把美国历史区分成这四个阶段，然后呢，每一个阶段分别来探究究竟有没有真正彰显出这个所谓的美国价值呢？莱普尔教授经过验证之后，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是还是不是呢？美国这200多年的历史发展有没有100%拥抱这个所谓的美国价值？是不是一以贯之，所有人都全权福音这样子的理念呢？莱普尔教授在字里行间里面其实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The answer is no， 并不是的，并不是的。那所以呢，莱普尔教授的立场就很明确了。但呢，我们说莱普尔教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尽量不把自己的意见放到这个书里面。所以呢，我们说呢，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最远大一个目标，就是说，除了求真求实之外，还要讲求所谓的客观性嘛。这一点呢，莱普尔教授其实做得非常的棒。他在书里面他特别就提到了，那以史料为基础，让逝者替自己说话。所以呢，基本上他尽量不用他自己的语言去讲一些所谓的好跟不好，对或不对，那呢，留给在座各位的读者们自己来进行思考了。莱普尔教授将美国历史发展切分成这四个阶段，那坦白讲，对于美国史的学者而言，这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为什么呢？通常而言，在美国的大学部里面读美国史的话，一二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美国史一，三四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美国史二。所以呢，一个是上学期，一个是下学期。莱普尔教授之所以这样子切分呢，我个人猜想啊，对，因为莱普尔教授呢，他曾经有提到过说啊，他写这本书啊，有人问他你写这本书花了多少时间，他一时之间答不出来。为什么呢？他说呢，他从进哈佛大学开始，他从以往开始在教书，当他在教美国史的基础课程的时候，他就在构思这一本书了。所以呢，前后构思这本书，写这本书，其实这个时间可能超过了20年。那当然呢，在这个四大阶段里面，莱普尔教授告诉我们，其实美国历史里面并不是完全拥抱这个所谓的美国价值了这件事情。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想我就是举一、三、四这三个阶段，我们分别来看莱普尔教授为什么会这么说。